我们的思想、言行，如何能随顺大自然的规律？啊，大自然的规律叫道，随顺大自然就叫德。违背大自然，灾难就来了。今天人不相信圣贤，不相信宗教，相信科学技术，科学技术破坏自然生态平衡，造成今天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。啊，连近代的科学家也承认了，灾难从哪来的？人为的。啊，现在最显著的，地球上温度上升，这是个可怕的现象。啊，气候产生严重的变化，这个变化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。啊，中国今年个暖冬，要讲去年的小麦收成降低了40%。啊，中国东北是全世界小麦的库藏。粮食大幅度的减产，以后人吃什么？所以金融危机之后，科学家警告我们有粮食危机，这个才叫真可怕了。啊，许许多多灾难呢，都脱离不了人为的关系。啊，圣贤的道没有别的，就是叫我们遵循大自然的规则，不要破坏它。啊，我们学佛这么多年来，学会了素食，素食对身体健康真有好处。啊，可是今天素食也有问题。啊，稻米、蔬菜，它使用农药、化肥，破坏自然生态。啊，长得很好看，养分跟从前不能相比。啊，果木，啊，结出来果确实好看，啊，比从前大了，吃起来没味道。吃到肚子里头没有营养，啊，还可能给你带来病菌，你说你麻不麻烦？那肉食问题就更严重了。所以现在世界上什么奇奇怪怪病都出现了。啊，老祖宗告诉我们，病从口入。啊，绝大多数的病态从哪呢？饮食来的。啊，这是科学带给我们的。啊，带给我们像经常讲的饮苦适度。重看不重吃啊。啊，这些道理都要知道。啊，所以此地讲供养三宝，是用我们真诚的心供养。清净心供养。依教奉行供养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修学佛法的目的，第一个是身心健康。
第二个是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利。如果得不到这些好处，你去干什么？啊，如果是所学非所用，何必浪费这些时间，浪费这个精神？他学了管用。啊，真的，佛里头没有一句假话，你全都能得到。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了，理论道理方法通通都有啊。啊，化解种种灾难，啊，都有绝妙的方法。啊，所以，这布施波罗蜜要晓得，布施在形式上，啊，大家听到这个都想到形式上，错了，形式上太小。啊，佛经里面供养佛，用什么供养啊？一朵花，像话供养吗？没叫你供养钱的，那供养钱的时候，那你完全把意思错会了。啊，佛一生手都不摸钱，你怎么可以供养钱给他？啊，你看从沙弥戒，啊，只有十条戒，里面就有一条，啊，不要去摸出这些金银财宝，啊，首先要把这个东西放下，你的心才会清净的。如果这个不放下的话，你的心怎么会清净？啊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佛当年在世，你供养他的时候，他来托钵供养他一点点饭，啊，不是一碗。你家里吃的有多余的时候，供一两点给他。啊，一瓢羹，因为他的一钵不是一家托的，他有好几家托的时候，放在一起。啊，通常大概是七家，就托了一钵饭。啊，那不是一家的，那个制度好啊，真的叫你彻底放下，一点贪心都没有。